欢迎大家收睇第26届答啱问题有蛋食，日本鸡蛋和式加沙。耶！哎呀，等我又介绍下自己先啦。咩啊？点解26啊？26啊？哎，因为你错过咗之前嗰几届咯，你一嚟就26届咯，边有得解嘅呢啲？讲下我哋自己就好啦。大家好，我系代表日本蛋白嘅小白白猿猴，你哋好。大家好，我系鸡蛋仔专家李华。鸡蛋仔专家李华。好啦。今日除了我哋兩位主持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啲嘉賓上到嚟，又問又答，又食又煮嘅，到底係邊兩位呢？九豆三美少女娜娜酱，娜娜酱，娜娜，有我十熟九頭娜娜。哎，好啦，我哋仲有第二位嘅喎，啲嘢。國際海鮮蘇哥，邊蘇哥？有國際巨星，亦都有 Nana 喺度啦，咁所以大家一齊咧就玩遊戲答問題啦。遊戲非常之簡單嘅啫，我哋準備咗三條嘅問題，每一次答啱咗問題嘅話咧，就可以得到兩款嘅食材。然之後答曬三條之後咧，最後睇下你哋到底有幾多食材咯。因為我哋都會安排兩隻嘅日本雞蛋，等你哋咧烹調啲好食嘅日本美食俾我哋食嘅。準備好未？準備好，準備好，準備問問題。第一條問題，哎呀，日本雞蛋唔會有邊一隻嘅顏色咧？哇，好難喎呢條，我哋睇睇有啲答案先。嗯 ，A 啡色 ，B 白色 ，C 黑色 ，D 粉紅色。到底個答案係啲咩咧？啡色白色見過啦，啡色白色見過啊，見過，粉紅色，粉紅色，黑色，黑色，見過粉紅色。但黑色好似雙根都有喎，兩個答案。雙根你見過？雙根邊度有啊？黑色真係有。好似係温泉蛋，温泉蛋係黑色。唔係雞蛋喎。唔係雞蛋。唔係雞蛋，係温泉。咁黑色咯，梗係温泉蛋係雞蛋啦。黑色。雞蛋。係啊。黑色。黑色。好，正確嘅答案係。點解咧？點解咧？香港で見る日本の卵は大体白か茶色の2種類ですが、実はピンクもあります。よく色によって栄養が違うと日本でも誤解されていますが、実は栄養はそんなに変わらないそうです。色の違いは何かというと、白い卵は白い鶏、茶色い卵は茶色い鶏が産んでいます。黄身の色は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違いが何かというと、食べている餌の種類によって変わるそうです。おお、長知識か。答案は黑色。黑色。答案だ。加食材有兩種嘅食材。嗯。好啦。好。收嗰啲嘢，大家一齊。就。就娜娜。又係 soup。soup。soup。娜娜 soup。娜娜 soup。娜娜 soup。咁我就揀。A B A B， 蝦仁，誒蝦仁唔都會炒蛋，蝦仁炒蛋，蝦仁炒中華料理嚟喎，呢個有趣有趣，點樣將中華料理變咗做呢一個日式料理咧？咁一陣間就睇下啦。好，第二條嘅問題嚟啦喎，呢嘢咋？係保存雞蛋嘅時候，最好放喺雪櫃嘅邊一度咧？哎呀，呢條咁容易嘅，個個屋企都係咁擺噶啦。送分啊 ，A 冰格 ，B 蔬菜格 ，C。門邊的蛋格 ，D 中間的冷凍格，到底個答案是啲咩咧？送分啊！送分 ，C 咁就 C。C 啦，梗係 C 啦，送分啊嘛，跟住答唔到啊！一定唔係 C， 一定唔係 C， 一定唔係 C， 係我都唔會擺蔬菜格咯，咁一定係擺翻中間啊，係咪啊？你唔俾冰格㗎？冷凍，佢冰曬咯，冰曬咪好咯，一煮嘅時候佢即刻得啦。D。D 好，中間冷凍格，到底個答案係 D。哦，中間冷凍格，哎呀，點解咧？點解嘅？咁我咪一直計錯咗。卵の保存は0度から4度が最適です。冷蔵庫のドアの方には置かない方がいい。なぜならば。ドアは開け閉めが激しい。だから温度が変化しやすいのと、あとはこうガンって開けるから卵が傷つきやすい。壊れたり割れたりしてしまう。今の日本の卵のパック、これね、これは卵を保護するようにできているので、このパックに入れたまま冷蔵庫の
どこ読んでるの私今。冷蔵庫ないんですよ。いや冷蔵庫ない。全部やっまんが。今の日本の卵のパックは卵を保護するようにできているのでパックに入れたままそっと冷蔵庫の中央部分に置いてください。じゃあ、リエさん、もう段が入るんでしょ、めえや。あの卵の入れるとこどうしたらいいの冷蔵庫の何入れたらいいの午後まで全国来がフィッシュマーフィッシュマー油断倍油断好答案喔耶耶耶好感謝各位耶你選先我選螃蟹螃蟹好耶好耶螃蟹好耶螃蟹好吃喔這個應該是最貴的食水最貴啊最貴最貴我都最想吃螃蟹好收個神都要選雞雞有雞是雞全部都是雞哥哥哥哥哥哥好啦都是選雞的吃多點蛋白質、okay. 蛋白質哎呀非常之好啊那兩條問題都答啱了啦然後我準備第三條的問題你啦第三條的問題當你保存雞蛋的時間最好應該是怎樣放隻雞蛋呢、我們有四個答案的 A 尖頭向上 B 尖頭向下C 尖頭向左D 尖頭向右到底是什麼呢我知道你看這裡有答案提示了、日本雞蛋很明顯尖頭向下不是啊不是向啊是對了是向下是吧到底個答案你這麼想向上嗎到底個答案對不對呢這個D 尖頭向下你們好彩你們因為有 sample 看到了是啊到底為什麼呢解説の時間です、はい、日本養鶏協会によると卵の尖った方を下にして保存するのが良いそうですなぜならば卵の丸いこの部分ここには気室という空気が入るスペースがあってあお天国を5度やおこうロンでしょ穴があるって聞いたことあるもうロンあえロンロンあ空気が入るスペース空気あー空気の部屋があります、なのでそこにこう置くと黄身が触れて細菌が入りやすくなる可能性が高くなるのでこの尖ってる方を下にして保存するのが良いそうです以上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既然都答案了這條問題的話呢我們又是時候可以選食材了、はい、到底選什麼食材好呢好特別竟然有白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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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白果白果是白果也好喎，跟住好好吃噶。跟住，跟住第二個揀咩好咧？冬菇，冬菇。啊，你難得食。何？啊，你難得哟。冬菇。唔係，我要冬菇啦。冬菇。哎呀，諗起都好食啊。又有冬菇，又有白果，又有雞蛋。正好啦咁我攞住咁多嘅食材到底佢哋會整啲乜嘢美食呢我哋轉頭一齊煮啦材料都準備晒啦我哋又係時候食啲咩好呢係好多香港人都鍾意食嘅茶碗蒸哎呀你講得啱啊我係香港人我都好鍾意食㗎係咁啊材料方面唔知道有啲咩呢咪住先，點解會變咗蟹柳嘅？我哋咪揀螃蟹嘅咩？係喎，係就係螃蟹人嘅，不食有限啊！一樣啊，有就睇開啲啦，係㗎啦，呢個蟹柳都係我孤寒啊！係啊，是但啦，好啦，喂，真係要整嘅喎，兩位應該點樣整咧個步驟？首先等我發蛋專員打咗個蛋先。哦，係啊，你今日都雞蛋咁嘅樣啱㗎啦，發蛋。哎呀，好嘢！好了第二隻好了又你了一二三哦哟哦哟哦哟飛散出來了很驚奇哇很驚奇真的很驚奇好有張力很有張力的雞蛋我們都很驚奇哎日本蛋好了今次的雞蛋就要發勻一點但是要綿密地發就不可以是啦就要溫柔地發到它不要那麼多泡是的關鍵就是不要那麼多泡是啦但是要是啦但是今次要很勻的是影響那個口感是啦令個口感更加好 smooth 好之後我就要量了個蛋因為我們是1:3的份量落那個
膽汁係一，係三指係嗰個湯汁。哦，咁樣嘅。好啦。咁而家就幾多啊？呢度係差唔多有。而家係有100多啦。100cc。100cc。咁即係我哋依家要加翻幾多啊？係300cc 係咪啊？冇錯。係啦。好彩細個有書。啦。識得計數。咁樣加埋高湯落去先。係。好啦，我高湯就真係300cc 咯喎。係啦，依個兜係要分兩次嘅。好啊，好啊，即係850啦，係嘛？我哋係啦，提下大家啲高湯咧，煮滾咗之後咧，要放凍咗先喎。如果唔係，一陣間咧啲蛋咧就溝落去咧，就會熟曬㗎啦。哎呀，係喎，呢個關鍵。差唔多啫。好啦。如果唔係一陣啲高湯熱嘅話，你個雞蛋你都唔使變稠咗。係啦。即刻變咗十蛋。你準備滾啊 ？OK。啱啱好啊。啱啱好啊。好啦，咁之後就發翻雲佢。撈翻勻佢，系啦，發翻勻佢。嗱，要更加温柔啊！呢個啊，係啊，呢個要温柔。啊咧，有冇我哋落鹽？使唔使落係咧？調味要落埋鹽啊，可以落埋。哦，鹽啊，哦，有準備好，準備好咧。謝謝你，好，喂 ，OK， 落曬。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落西啦。係，咁依一個步驟就交俾叔個神你啦。哦，好，對咯，有撈，撈一撈，對咯，有要求啊，叔個神。主廚係唔同啲嘅。主廚點？個氣勢。流程點啊？撈成點啊，主廚？撈成，冇到，冇到，冇做到，冇做到，難度太快啦，太快啦，太快啦，慢啲，係咪又要慢又要快 ？OK OK， 應該差唔多。好，ここ大事だよ。はい、お願いします。好，交你啦。準備好。哇 ！OK， 我送你。跟住落嚟。跟住咧，就交俾 Soccer 神你啦。交俾娜娜啦。大家唔記得。跟住落嚟就係將啲材料擺落個碗度。哦，好，咁我幫手攞啲材料過嚟。要落幾多咧？咁要係擺落。哎呀，好喎！我平時咧喺街好多時，淨係見到係一粒白果，呢度可以落兩粒白果啊！係保證係有白果食。兩邊冬菇，兩邊冬菇，蝦。係啦，哦，蝦就最中意食蝦，一開二嘅，一開二 ，OK， 係，加入，好嬌嫩嘅雞肉啊，係 ，OK， 仲有我哋俾人蝦嘅，我俾人蝦嘅蟹柳，蟹柳嘅，係啊，日本雞肉、日本雞蛋，嗯，日本冬菇、日本蝦。同埋日本蟹柳，係啊，哇 ，OK， 好，跟住落嚟，我哋做啲咩咧？嗯，落蛋漿啊，落蛋漿啊，落蛋漿，係，係啦，我哋要煲到幾滿噶？大概八成，八成，好，係啊，等，如果煲得太多咧，就好難搞。哇，好靚啊啲蛋漿，好靚啊！係咁，筆都可以 feel 到佢係好想，哎呀！即刻見到都想食，白食最多啲，好想食啊！真係，八成啦呢個，差唔多啦。哎呀，好 ，OK， 好，好 ，OK。咁跟住咧，我哋就要擺落去蒸啦。但係蒸之前，之前係用呢個石子，係啦，我哋要用石子，哦，就是了。系啦，冚咗佢，冚咗佢。OK， 好。So step 呢個剩翻落嚟嘅杯咧，係頭先剩翻嘅呢啲材料，倒落去，哦，放曬落去，啦，喺呢度。咁咧係之後咧用嚟中式佢哋啊，中式佢。哦，好，冚曬落。Robin 就可唔可以將個湯汁咧，係倒落個？哦，倒落去，好。哎呀，多多細叫。Okay, 哎呀，好，跟住將個呢個三個碗咧，係擺落個二三滾水入邊。佢哋先，佢哋先，係你即係你嗰塊布污糟㗎，係咪啊？你洗海布啊？喺入邊有冇搞錯啊？你以為殺菌啊？係啊，以為殺海布啊？唔係，咁樣咧係鋪住毛巾咧，係可以咧將嗰個滾嘅時候咧嗰個起嘅嗰種泡啊，係咧嗰個誒會更加。嗰個泡咧係變得細啲嘅，哦，呢個叫做毛巾度啦，毛巾度個水位就啱好喺個碗嘅一半嘅
高度。冇錯，即係我又學到啦。哦，即係今次呢個茶碗蒸，當你放入去之後，其中一個重要嘅 hint 咧，就係我哋可以放塊布入去先，咁可以令到我哋嗰個滾出嚟嘅時候嗰個水泡咧，唔會影響嗰個茶碗蒸入邊嗰個味道。哇！呢個係呢一個重要茶碗蒸嘅 tips 喎。仲有最後嘅，記唔記得呢個叫做乜嘢？茶碗蒸定係台布？唔係毛巾度啊！毛巾度，冇錯。係。跟住咧，係冚蓋嘅時候都有個 tips 嘅。係咩咧？係要。去咗一半，去咗一半。係咩？邊個呀？唔係少少咋？少少咋？擺隻筷子落去啦。哦，咦係喎，拉細啲。係啦，你擺啊，嗯，擺落去，擺面，擺面。擺個筷子個面。係啦，哎呀，好啦。咁但係我哋用咩火咧？中火，中火，中火。等八分鐘，八分鐘，八分鐘。咁好，依個時間我哋食住個杯麵加隻蛋，打一等先啦。好，好，對視。五、四、三。二一，哇！哇！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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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嘢啊，我哋要蒸水蛋食啦！蒸水蛋啊！喂，唔同啊！唔同嘅，系啊，日本湯底啊，系喎，咁樣日本湯底先顯出咧，即係嗰個茶碗蒸嘅香味啊嘛，系啊，哦，今はすごく便利だよ、あのパックになってるやつが売ってるから、頭先都見到喎，それどこでも結構香港でも売ってるから、うん、だしを作ること、あ、所以大家喺屋企都可以食到啊，できたね、来到，喂，哇，好靚啊，真係好靚啊，哇，好靚啊。相好靚，真係好靚啊！呢個我哋可以將啲材料再鋪埋喺面度裝飾。好，係。これはセンスだよ。この盛り付けはもう自由です。係。あなたのセンスで。咁啊，憑住自己嗰個嘅。係啊。行きます。好啦。哦。可愛嘅塊面。哦，犀利。係。好靚啊！嗰個紅色。就依邊睇落計，你睇下。好啦，好啦。完啦，咁就。完啦。誒，嗰啲一陣我食埋佢啦，嗰啲。要。鋪翻個面，仲有六隻嘅，係喎，大隻，哦，你中中中，我要，我係點綴埋？嗯，你過咗，哇，佢哋係好健康喎，因為有日曬喎，有埋蔬菜，哇，而家都準備好啦，大家準備，大家準備，手快有手慢舞喎，手快有手慢舞喎，準備好，有嘢啦，誒。好嚟個鋪頭咯 ，Abby Abby Abby， 乾杯！哦 ，Abby Abby， 阿媽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滑啊！好好食啊！好滑啊！好好食啊！真係好食，我哋だしがすごい美味しい，好食啊！咁叻嘅，真係真係好好食，大廚真係大廚，我都好 surprise 啊！所以我哋今次挑戰茶碗蒸係成功嘅。